早安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太累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去野溪温泉。嗨，早安。我又合体了。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啊，短短？石洞温泉。石洞哪一个洞啊？洞穴的洞。洞穴的洞。然后我们今天会总的脚程会多少？会多久？1个小时，1个半吧。一个小时到1个小时半。对。好，走起。那个石洞温泉啊，它要先溯过这个溪。它在六龟这边附近，还蛮清澈的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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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过去啦！哎呀，蛮舒服的哎，哦。哎，有子冰吗？还好哦。很热吗？蛮舒服的，因为今天很热。好够、欸！有看到吗？它旁边就是这个小溪，真的超漂亮的。而且它的路不会算难走，因为它的路都是那种大石头、大石头，不是那种烂泥巴的，而且蛮好走的，很舒服。因为今天天气也蛮好的，就是完全都不会冷，也不会热 ，very good， 刚刚好，是浅的 ，OK 啦。好走，好走，这好走吗？好舒服、哦，很舒服哈、哦，算很好走，对不对？那个盼盼好走，盼盼比较急。盼盼比较急。这次是溯第三次溪啦。可是大致上都是蛮好走的啦，虽然它下面有一点点青苔。可是好走了，可是不要穿拖鞋哦，要穿那种溯溪鞋会比较来得比较好一些，不然的话就是你穿拖鞋鞋子会坏掉，对吧，柚子？拖鞋坏了两次。他拖鞋坏几次？两次。两次哦，超好笑，走走走。哇。几乎溪水就要过，对吧？而几乎有看到溪水就要溯过去，对吧？都是好走的啦，只是它下面有一些青苔，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我今天跋倒啊，怎么好像是妈祖，然后再拜了一个神明，这样不好。真的超舒服的啊，水很干净哎。哎、欸，这边很深哎，它整个都游泳的，就可以修醉。它走过来这边那个大石头真的很漂亮哎，然后重点是怎样吗？它配旁边那个小溪啊，整个超悠哉的哎、欸，小乖。小乖来。你觉得好走吗？很好走。什么意思？很好走。很好走。嗯。比鹏鹏是不是比较湍急一点啊？今天因为很热，所以觉得很舒服。今天蛮热的，对吧？它顶多就到那个膝盖上面而已。顶多到膝盖上面。对。好，我们今天已经溯过第几个溪了？快二十个。嗯。可是多半都是好走，对不对？只要里面很多青苔，对吧？不会滑。什么？不会滑。不会滑。鬼斧神工啊！你看，因为现在就是气温蛮高的，所以它河床下面的那个青苔就蛮多的。可这样放眼望过去，它是漂亮的啦。因为它配了整个山啊，然后这个溪流啊，你看它的河床绿不绿？可是水很干净啊，水真的很干净，只是说它的河床都是那个藻，那种绿藻，因为现在温度太高了，所以它养分很好。有没有看到一些绿藻？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爬上来了，然后第一次啊，然后因为人太多了，想说今天不是礼拜一而已，人那么多啊，然后想说那继续往上面走，然后往上面走的话，它就是可能还要再走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。
然后一个小时左右，它这边的上去的路会比较不好走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它的石头都超大颗的，走到一半然后看到一个蜂巢超大的，短短给它拿起来看看，它真的超大的，很巨型哎、欸，你看大不大？很大哈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那个哎、欸，蜂巢哎、欸。超级大，像很大的陀螺哎、欸！你看它近看是这样的哦、喔。超大一个的。刚刚我们爬到就是最上面的这个，然后终于找到了，因为这个有点难找，因为它是在山壁旁边，可是我们也不大敢泡，因为它那个矿物质真的太多了，多到全部都变成绿色的，就是。哎，惊啊！有看到吗？就是它是温泉，我没有错，因为它温泉味很重，只是它太绿，怎么绿成这样子啊？超绿的！现在要去哪边？我去石洞温泉哦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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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墙壁上有看到墙壁上面写个五嘛，那就是叫五坑。然后很厉害的是，其实大家就是有在那边这边我手指的地方，这边有用一个那个小池子，他们从这边峭壁这边，然后接一个水管，然后接到这边这个小池子里面，然后就可以泡温泉。然后这边腹地蛮大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大家扎营都扎营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有人家大家烤肉，然后有用的那个石头堆。好啦。我们去下一个咯。刚刚我们从前面的五坑啊，五坑，然后我们走过来，因为五坑那边它的是要自己接水，然后我们还是走回来去石洞。刚今天走了也是蛮久的，然后我们走几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多吧。然后想说来这边就是石洞温泉，就没有想人跟菜市场一样多人，对不对，柚子？超多人，对不对？超多人，所以我们才泡一下下，然后就走啦，想去吃东西。Go！ 就是刚刚啊，就是我跟柚子啊，还有那个短短，我们三个在那边看，就是在那边泡温泉的时候啊，然后就很好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，因为我们隔壁池就是女大生嘛，然后就把那个她女大生就一脱完衣服之后，然后她女大生胸部很大。他的女儿，他一个爸爸的女儿，其实差不多5岁左右吧，就大喊说爸爸，爸爸，就叫很大声。然后爸爸就说干嘛？然后他那个女儿就跟他说，旁边有你喜欢的东西。然后就，然后爸爸就转过去，然后是女大生胸部很大，然后他爸爸就很尴尬，然后这样两个对看，对看完之后，然后就想说这样就结束了。然后爸爸就不以为意，就转过去，然后妹妹又很激动说爸爸。你赶快看，有你喜欢的东西，然后超尴尬，然后就是女大生跟她爸爸脸上，就是就我觉得女儿就是可以教，真的。重点是她怎么知道她爸爸喜欢什么东西？很闹。野溪温泉会很残念吗？是有泡到，可是它的池是不是很滑、啊？因为我记它，我觉得比较严重是要走下一小时，然后你要冲20。要渡20次的溪，超累的，对吧？要渡20次的溪，就是溯溪，然后才会很幸运的去泡到，对吧？然后一大堆人。我说要渡二十次的溯溪，然后才能泡到那个石洞温泉，对吧？对。可是很多人是不是很厌世？湍不湍急，超湍急的这个水。去泡完温泉啦，现在我们来吃这个庙口板条，来吃起来，这评价蛮好的。这是我点汤的板条，然后这是干的，哎，这个超大碗的嘞，这 CP 值很高哎，我是说真的，没有骗你，这很厉害呢。你看这个碗超大的，你看我跟我的大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。重点是他的红葱头他自己炒的，他用猪板油然后下去炒的，很强哦。
然后它就是咸猪肉也是他们自己的酱料去腌的，然后下去烤，就是水莲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比较夸张是这个板条，这板条是50块，看它碗超大的，看挖工的，短短，啊，进还蛮好了，拜拜， okay, 拜拜，拜拜，没有哦，拜拜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了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高雄是我最后一站，那我们就明天啊。